我的女儿，都说女儿像爸爸，然而这是他爸。看了评论区，你们也是懂怎么扎苗爸心的，所以我决定爆改苗爸，让他回到颜值巅峰。爆改啥？爆改你的头。所以拉他来植发了。相信我，只要把头发植了，一定能回到原来的颜值巅峰时刻。疯了吧？那、no, 你女儿电话来了。爸爸加油，我都跟你约好了，既然你植完发，肯定会来帅气的样子。看在父母娘的面子上，走吧，散。变整了，斌哥，能不能给我爸爸设计一个帅气一点的发际线？好，您放心吧。正常的一个黄金比例就是1:1:1，我们的下庭的一个比例啊在7:5左右，而我们的中庭是在7左右，那我们的上庭呢有8左右了。这个位置呢，它是有明显的发际线后退的。这个的密度的话呢，我们要根据您自己的原生发它的一个遮盖度，能去具体的画线啊测量一下的。所以就赶紧来画线测量了。这基本上就是他做出来大概的一个具象。他在脑补他变帅的样子。现在这个单位大概是中了多少个单位？170。沟通完估计的效果很满意。他发的肯定是头发更多，但是呢，他是希望头发更多。因为苗爸头发本身就比较稀疏，所以决定直接把头发都剃掉取发。我凯旋归来。妈呀，自己老公不认识了。7 hours later。听说一年都碰不到我，真的吗？嗯，真的第一次，非常紧张，心慌。过程虽然有点难熬，但是其实还好，麻药一打就感觉不到了。也希望这次的结果是最好的。第二天去拆了绷带，其余时间基本都是让苗爸躺着的，直到第七天。第七天来清理血浆，清理完就等慢慢长出来。现在恢复期还不错，已经开始期待苗爸头发长出来的样子了，到底能不能回到颜值巅峰呢？